坐河路才有劲噻，去哒，我要给你搞汤。早上我起不了好多。早上的时候多起点，晚上少起点，你那个起豆豆哟。那么多年个习惯的呀，不是说那一下习惯的。那个行嘞，改一下嘛嘛，你早上多起点没事噻，你要坐河路。坐河路，我倒起。那起点。那这是几时生的噶？啊。嗯，要的要的要的。嗯，搞还搞过了哈，多起点。我一个都够了嘛，我够那么多。我起过了，行了。爸爸呀？爸爸早上一大早起来，他这个起的。他起早。他起早，我回来他这个起的呀。那酸菜，多起点了。摘洋芋，今天最后一天。嗯。摘完就结束了。是的噻，来。我的个妈耶！真的是妈哟，亲妈哟那是。啊，亲妈不痛啊，后妈痛啊，真的是。哎呀，真的是，那么大一盆。哪给你搞点油的说？那汤特别带油的汤，放那一点。好的好的好的。里头还有哎，让你也去嘛。哎，那个再去。还有，让我把挑起来，瞧瞧你爸爸回来还去不去？要去都去。哎，他肯定。然后剩的还跟那个要个么子？亏钱了。哎，他搞点儿。你去啥去不完？你搞给他噻。我爸爸在那个地方喊他回来吃点喽。对了的，回来的，你喊他去不去？我回来他都给吃了，他煮的青菜面。哎呀。阿弟跟孟喵喵哦，小宝贝，有东西没有啊？你吃妈妈没有？吃早饭没有？乖乖，宝贝儿，来面面，吃面面，吃鸡蛋，奶奶给你鸡子生蛋了，奶奶给你许鸡蛋了哈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去买，嗯，我今天去买他们个牛蹄的，我还有鹅蛋儿，今天还有鹅蛋儿，我牛蹄我去拿，哦。我们国内就是在生的呀，啊，生得慢。昨天就生了三棍儿。嗯？哎，你去妈妈买的，啥子漂亮的，我小公主，我小公主点的漂漂亮亮的，有个样子，太漂亮了。快回来哟、哦，我给你的老母鸡有小味道的哦，回来下蛋了，你自己去捡喽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还有鹅蛋喽，自己去捡喽，还有鸭蛋喽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宝贝，还趴在那里？哎呦！文月姐，起来！哇，那个底下搞得好好好哎，在底下滚也没事嘞，像地毯一样的把你弄的。起来了，宝贝儿，起来了。我开门呐，你开门呐，我们要进门呐，快点来，奶奶来了。哈哈，这样起来大爷，我的妈呀！把你的八戒打，你是真以为是的，靠，真以为是的。哎呦，开门，开门！真的开门去的。开门！哎呦妈呀，真的，真的以为奶奶和爸爸去了。哎呀，去嘛，去开门嘛，爸爸。开门了，跟奶奶开门，快点，爸爸开门。爸爸开门。爸爸开门。啊？你去开嘛，你去开。爸爸来了，快开门。真的去的。嗯，真的去开门去了。啊，喵喵，你跑厨房来了？喵喵喵，你在厨房干嘛？吃早餐没有？啊，吃早餐没有？那边好卡哟。他那边卡还是我那边？他那边卡。儿子。太卡了，太卡了。哎，爷爷回来就咋晓得？我去嘛，逛那边去了。逛那边去了。嗯，我叫他看下宝宝的。哼。嗯，这样不行。那边卡谁？嗯，挂了算了。嗯。哎呀，吃不完了嘛，真的哇！啊。大一盆。吃饱噻，吃完就算了噻。吃饱。到了。吃饱，吃饱。怕你吃不饱完，所以给你弄个大盆来。装到哪？嗯。哎，过去了，嗯，吃饱了，吃完就给人家个龟田去吧。嗯，干嘛？喵喵喵喵喵！我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嗯，喊爸爸，你不喊我是不是？嗯，嗯，爸爸种土豆。做包围，读书。白
李白。爸爸种土豆，今儿回来吃土豆啊。天天回来吃烧洋芋儿啊。啊，充电充电。他说啥？他说没电。电量低，就是充电那个哟。哦，好，兄弟，就充电的。没电了是不是，宝贝儿？啊，要来充电，充完电咱们再读书啊。宝贝要听话呀，宝贝哈，要乖乖的哦。嗯。哎呦，一天你们像个母鱼班儿，跟着跑。啊，走路。我嘴上打了个泡，好痛啊。能不能？宝贝儿，咱们看鬼电锯好不好？来，鬼电，宝宝。来了。宝贝儿，来。哎呀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，宝贝儿？鬼电。鬼天吃面条，宝贝吃没有？哎，怎么挂了呢？嗯，不是可能碰到的哟。汪汪汪，快叫！汪汪。哎呦！哎呦，有肉。外婆给你剪的头发是吧？剪的呀，可以了。哎，还剪得好啊。哎，干嘛了你？看不看鬼天？喜不喜欢鬼天？喜欢喜欢喜欢，个小样子，个样子啊，臭东西！我要说臭东西，哈哈。你才臭东西，你才臭。